我们都是天长地久啊，笔名还没想好呢，开玩笑，因为什么呀？我经常给人代笔啊，经常给人代笔，哦，您是个代笔啊。为什么叫代笔呢？对不对？你乐什么？出现什么问题吗？说你可爱。这是代笔，这个是南京的方言，就是说人比较聪明的意思。进山坡上有那么几百只羊，我专业户的，多不多？多呀、啊！我拿眼睛稍微那么一扫，就能分辨出多少只黑的，多少只白的。多少黑的，多少白的？一只黑的没有，全是白的，雪白一片呐！啊，不行，这片白羊，你放眼望不了。你别理我，你不许理我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闹着玩呢，你怎么着？不是，就开玩笑嘛。那你逗吗？不行，不是，逗哏儿嘛。全是白羊，用你看。逗哏儿嘛。咱说二，二字，哪个二？数字的那个二。数字的吗？是这个二呀，还是这个二呀？是这个二吗？二，对，这个二。哎，我建议你还上下沉。哎妈，你那个拆门了，那就不等于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接着拆呀、啊！哎，你这么着，二字拆开一个干，你那没上没穿上去、哎，不要穿上，这样过瘾，这样过瘾。二字拆开两个上下拆。是不是好机智？小白都是同性恋。开玩笑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啊。相声演员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啊，反正我们这后台是没有，我不知道那个别的男性同志有没有喜欢我们。给我赞。